别追债的孩儿，趁年三十都不让我过。饺子就在锅里，怕你是吃不上了。我再三让着你，不外乎是想替你们公家留人留面，别不知进退。该烧香烧香，该吃饭吃饭，该办的事儿，天打雷劈也得办。公家的东西，你今天必须还。好，东西在我身上，你想要就来拿。
那天，老爷子跟我说了一声他的绝活，老袁挂印。他说挂印的关隘，再回头。当时我没听懂。 还以为是他慢了。公家的东西，我还了。话说清楚了，不是你还的，是我自己拿回来的。